姥姥，这河里捞出来的螃蟹比脸盆还大呀！待会你尝一口，别提有多美味了。这玩意能咬得动吗？姥姥做好了，壳都是香的。小外甥爱吃螃蟹，这回够他吃一天了。姥姥，这六袋盐都倒进去了，怎么吃啊？不懂吧？做出来你就明白了。给它摆好了，蒸出来可香了。加上山泉水。这螃蟹我能吃两个。好了吧，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喽。来，也来尝一下。好。嗯，真好吃。